OK，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台陕汽德龙的自卸车现在是一个严重超载的状态，对吧？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把它给完美的卸下来。好，师傅启动，往后倒，给油，不要不舍得踩啊。倒倒倒倒倒，好，启动。哇，起到底，哇塞，毫无压力，毫无压力，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完美啊，非常的完美。哇，很轻松。好，往前开。哇塞，非常完美，卸得很漂亮啊，给力。